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QQ 客栈，哈哈，好听。今天要来大家谈客家的精神。讲到客家精神，大家就会想到食苦耐劳、做勇硬吃、勤俭扶持、团结打拼。当然还有讲天硬，没人敢讲天嘞，脖子很硬，硬强精神。这期做的讲起客家精神第八个核心在核心啦、啊，差不多上个都会客家味的，俺都做的用硬强来打完收工，硬强精神差不多就是客家精神啦。唔过唔寂寞。客家话讲的硬强，其实唔系乌龙人的话，系有教训人意思话呢。作为小朋友，唔听阿公阿婆的话，硬要走到河马水去搞水，硬要搞到鬼神的湿哒哒呗。结果阿公阿婆看到见妈，要我硬强。小朋友喊东派谁讲，哪有还好啦，哥哥。老阿公阿婆看到富士山田。世界大小屁孩，人人老妈认准哦喏。是听人讲的硬劲，是美工人的脚尖老硬，坚强勇敢。是喺讲唔懂硬劲，唔听人唔说，唔谈过，唔提变图，冥顽不灵。佮做乜嘅硬劲会变做爱人哦喏下感人，好棒棒嘅精神哦。人类一种下，都会老沙飞运通，要动态嘅管黑哦。台北政府的国语文运动，还属于少数族群的客家文化，一直处于被推到角落的边缘人物一样的边缘人物。跟客家语跟闽南老文化也边缘的忙着流失再流失。虽然客家语新加加，不过面对好强好厉害的政府，常常得忍气吞声。1988年，客家语总算忍无可忍，不能再忍。比如整番眼中的云，边缘咱们客家文化可不行。一群以客家风韵唱词比黑心的客家知识分子，苏田树主持的客家权益促进会，历时2021年，总都给入 CV 有哈，要求。客家经常在啲媒体上出现，也就会当有名嘅云安梦言运通。第一场运通中，知识分子伫报纸插纸下当中有关一场运通嘅事情。其中讲讲，当家本拿来代表一个运通嘅精神，韩国建设组唔敢强调，勇敢表态反对意见，因为一个客家意识挺难安起来嘅运通。硬劲精神对负面直接转到正面，变作为新嘅客家认同。硬劲精神每一铺两铺，天天代表为客家精神。甚至还重出的客家的框框，比如其他族群没用下使用的好棒棒赞美词。不过除了硬劲精神以外，大家想到客家语，过后堂会想到上忙上强，黑毛就变作硬菜。当当然对客家都有类似的刻板印象，做嘛该会有一种印象呢？也可以因为老头辈生活当艰苦，而学衣服的态势，看样的省吃俭用都会有必要诶。尤其客家风，夹得毛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，比如伫艰苦的环境生存，就会老师来中央电脑杯抛头露面，里内里外暖暖乖乖多。记得的存钱俭行，没得持家不易。俺用精打细算，练出一身呵呵哈气、上忙上强的好习惯啦。不过我一看来，就变作要爱上跟没有上的小气鬼喝凉水嘞。叽里呱啦讲到呀，还没开了解客家精神嘞。导演客家精神，没听说包含某个体质，对硬强精神出现，还没看到天天时代的改变，族群的自我认同也随之飞舞又变化，因为文化是没万年不变的哦。都在客家还有某个特别的文化呢。哎，客栈，哈哈，好点，喊一百再来讲了，拜拜。哇，原来客家的应景精神背后有这么多故事啊！对啊，现在知道客家文化的厉害了吧？哦，不过说到这个应景精神呢，其实最近我的脖子也有点硬哎。嗯，难道你有坚韧不拔的性格吗？我昨天甩毛干了老人累，不然你帮我按一下脖子好啦。是，丑不腻，虽莫懂冲是怎的？还有，既然叫我帮你按摩，欠揍嘛！